太酷了，太酷了！来来来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好，你看我们多么 gentleman，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把女生包在我们中间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个地方，我们现在到了哪一个地方？白杨步道。白杨步道。白杨步步道步道。对。哎，怎么那么黑？因为这位很怕。应该会有蝙蝠吧？哇哦！手电筒或者是手机的灯。哇，我们没有手机耶。我们没有手机。你有手机？这个洞有。应该有好久好久时间的历史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以前有这条白杨步道，主要是台电他们为了要开发水力发电，国家公园把这条步道开放给大家来这里走观光景点。哦，这墙壁可以摸吗？可以啊。哎，你看它这个是有点像沙子的感觉。哎，真的。它里面的墙壁也会不一样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因为它这边有很丰富的水。哦，对，我们现在都踩在很像下过雨的那个地板上面的感觉。其实那个隧道里面也有一些生态，刚刚有蝙蝠。哎，对，有蝙蝠。听说以前更多，对不对？对，以前超多，来的时候都是一窝在上面。就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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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的声音。现在是做观光客，所以他们搬家了，他们可能搬家了。哎，这边是延伸出来的，是水泥做的。哇，对，这不是天然的。哇哇哇！好漂亮，好美哦！看到的这条溪叫瓦黑尔溪。瓦黑尔溪，它是基里溪的支流。我们看它的方向，我们待会进去，它是从这里。那你们走到一半会有一个方向是溪流的方向会变这里。我们往下一个吧。好，我们要走八个是不是？还有七个，剩七个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有七个。快走快走，好危险！快走，别看了。尽量快速经过。快走吧，别看了。你存在。有蚊子吗？我是哇哇！迈脚，不要跳！死小孩。就是这一条吗？就是这个步道。可是这是白杨步道。对啊。哎，我外景12年了。嗯。我第一次走到这里面来，我以前太鲁阁都是经过，然后去花莲，没有进来过太鲁阁，不然就是开车的时候旁边看而已。第一次走进太鲁阁的山里面来。好美啊，超漂亮。哇哦，你转身可不可以慢一点？你的头发会打到我的脸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又来了，看到吗？哎，这已经会做噩梦哎。Come on， 我真会做噩梦。真的？走怎么了？现在怎么了？大考验。哎，银的进水帘洞有雨衣加一只鸡。第二名有一只雨伞，没有鸡。OK。然后最后一名就这样进去。哪方面的知识？我因为这样我才能够决定说我要不要卯足全力。原住民族的知识。好，那我淋雨吧。那我这里总共有5个题目。好。那快问快答。好，第一题来喽。台湾原住民泛泰雅系有3个族，分别是泰雅族、赛德克、巴莱，还有一个是。泰鲁格族。好，哎，这样，因为他们中文不好，还是你们讲英文？你们讲英文好了，你们讲英文。这是台湾原住民的东西吗？还可以讲英文吗？泰鲁格族，你有办法讲英文吗？有英文吗？泰鲁格，对，那你们应该是我们还在小话，他的问题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在想他。可能因为我跟你太接近，所以我比较听得清楚。来，那我站这边。好，这样吗？好，第二题，八部合一是哪一组？1、2、3，泰鲁格族。错。泰鲁泰雅族啊，布隆族，布隆族，布隆族，好吧，我没讲。好，银子已经输了，不能再输了。今天
表演过的乐器。我们泰鲁格族表演口簧琴是为了什么？这个我三个都一样哎。哦，好了，没关系，那那观众还是要欢迎啊，给五羊好了，因为五羊都还没有分。那现在这组才叫做一分哦。那我们就要平手，现在平手。好，第四题，木琴有哪几音？一、二、三。木琴有哆来咪发。发咪瑞哆不是，瑞开头。等一下，哆来咪瑞，瑞咪嗦啦，对，咪啦，瑞咪嗦啦。好 ，OK， 好。第五题比较要动作，所以要开一点点。好，我要讲喽。泰鲁格族狩猎回来，要跳庆功舞，请马上跳一段。下次跳这个。哦，这标准的。吗？哎呦，不行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 okay. 那就是两分两分一分，哇，那你就要淋雨嘞。那我们既然刚刚是用舞蹈 PK 的，那我们再来一个舞蹈。昨天有教过阿美族的舞。Oh my god！ 这个贾斯汀很首席耶。这是非男族。我是非男族的。啊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不是错了，这样。错了，好错了，那我知道了。一，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错了错了，五六七八，哒哒哒，还有两趴，哒哒哒哒，我膝盖，我真的忘了，我真的忘了。雨伞其实比较不闷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还有一只鸡，对，我终于有两只鸡了，好棒哦！我们走了七个隧道，来到第八个就是水帘洞，你看好漂亮，你看，都是山泉水，非常非常的凉。哇，好冷啊！哇，好冷啊！我去不行了，我好冷，来来来，哥哥走，哥哥走。
害在后面。就是一个仙境，是这样讲吗？一个 fantasy world。从台北开到花莲去，我们这是进大峡谷，然后就开始爬上去的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真的是一个很伟大、很深奥的感觉，我就感觉自己很渺小。再也不要跟外国人主持节目了，神经病！嗨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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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要去吗？真的还要进去吗？我们看着就好。不简单，我跟你讲，我什么不简单？台湾大概从南到北大概有400多公里吧，我们那么小的一个岛。到现在让我觉得好惊讶，为什么有美丽的海、美丽的山、美丽的湖、美丽的河，还有美丽的大洞，你知道吗？那边就是一个，你怎么可以在那么一个宝岛可以找到那么多不一样的环境？那个步道，再进去那个洞，再感觉到那个水多干净，在那边洗澡，在那边跟大家玩那个水，是让我觉得是真的很开心的一天。来过吗？一次，跟一个很久以前的前女友。哦，很久以前前女友。对啊，你有来过这边吗？我是第一次来台鹿阁，哎，是吗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是第一次来。这边是花莲，这边不算的。啊，我也没来过。妈的，干什么东西啦？哎呀，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又来了，完了，该睡觉了。哎，说真的，打工换宿，哎，我们从9点起床工作到现在。他们已经违反劳基法了，对，把他们赶走关了，会特别任务，特别任务不是游戏哦，跟老板玩洗板刀啊，输了有惩罚，那赢了，那赢了，赢了就吃啊，赢就吃，输就惩罚，你说赢了就吃，对啊，赢了吃，你跟老板商量，对啊，赢了就是你们付钱，输的话就是那个，那惩罚是什么？惩罚就惩罚，等一下就惩罚，好吧，哦，我们可以罢路吗？或者你看到什么，我们就我先知道这个夜市有没有冰？有冰哎，一定是有了。就是比如说豆花冰啊，什么？不得了了，石梅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我竟然来花莲呢，好久不见，哎呦，可以跟大家碰见个面吗？如果不行，我就把它挡起来。可以给头发稍微拨一下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帅。然后我们用最热烈的欢迎。杜老爷，杜老爷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花莲林俊杰，花莲林俊杰，是花莲陆小曼，啊，花莲的叮当啦，哇塞，你们节目出击的阵仗都这么，哎，厉害吧？我们这么大的，我们三斤，我们还有六个摄影师在休息。我们家其实海鲜的食材比较多，比较新鲜，但这个。你不要拿太多了，真的，这一颗要多少钱？而且是活的，哦，活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佛心来的，我这一颗只卖80块。奶油贝、生蚝、天使红虾，太好了，一个人找一个店家，但是每个店家只玩一次。好，那我代表我们三个，你代表我们三个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你有问过贾斯汀吗？啊，不用问，我来。1 2 3，哎，你要喊洗白啦？哦，对，我要先吹一下，吹一下再欢迎好好运啊。1 2 3，嘿，洗白！5点5，哇塞，5点5，我还可以啊，我还可以啊，丢了耶！你会洗白啦吗？刚刚5点，我没有很败家，你要比我高，大过五点，对，大过五点，大过五点，大陆洗白啦！哎，有吗？没有。哎呀，有没有？哇，10点 ！Yes， sorry。10点，我第一次输了。赌神哎，10点超难的。你的惩罚，10点的惩罚，他的惩罚。你先拿着，没关系，你先拿着。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惩罚完再说，这是你的哈，好不好？啊，太好了，我开玩笑。你离开艺能界是对的，你看。直接拿这个，不过就为了那么一点点臭钱，结果要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它很好吃，只是看起来很像婴儿的脚。最怕吃的东西呢？鸡爪。鸡爪，嗯，为什么？就好恶啊！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个东西。从来。从来没吃。那你在节目中有没有吃过？没有。你把它吃成拳头。上上上。
我开始流汗了，等一下。哎，这真不敢吃，真的，我以前不敢吃。对，你知道上面那个指甲吗？我开始发抖。刘伟，刘伟，刘伟。不是演的吧？是很好吃的。哎。整个坑下去了，指甲要弄掉吧？没关系，因为他有剪指甲，还好。有吗？我全部吃了，全部吃了。不然呢？不是要全部吃吗？我没有吐掉，我会死吗？表现得非常好，你吃这一块就好了。我想我很喜欢豆腐，但我最讨厌的是臭豆腐。My God！ 台湾最怕吃到的是臭豆腐，二话不说臭豆腐。臭豆腐很香，超臭。你吃了会怎样？会吐啊！我直接吐。你吃，我帮你吐啊。哎，这种没有用啊，鼻子才是有味道啊。鼻子不要呼吸。哦，等一下。哎，你不要说像我的外甥。走开啊你！你干嘛吐我啦？好吃吧？哦，不可能，好吃嘛，好吃嘛，好吃。你咀嚼一下，它后面的味道有点不太一样。没有，真的很好吃。哦，这还没被惩罚。OK 啦。哎，他也最怕苦瓜哎。不会。他很怕苦瓜。爱。没有，他不爱。我跟你讲。一口了。中间那个白色太苦了。哦。哦。好吧。好来。看出来你们节目真的是。赢了才可以。要玩到赢啊。哎呀。要玩到赢。没办法。那我来，我来。蔡叔在惩罚，再继续播啊！你要再给我一个机会吗？还要再惩罚？不要！Come on， 英军，有十，这是十，为什么？十，我觉得你们那一面团大，最大也只有十二而已嘛。哎，七耶！我才七啊！Yes， 对啊，不难，客气，太好了。三月春之后的第一餐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什么？哇塞，人家的懒人虾，懒人虾，它就是烤了之后壳脆脆的，所以整只带壳吃。哦，所以壳也可以吃哦，可以吃，直接吃吗？就是你多嚼两下。我刚吃了一下嘛。整只，哇，里面尾巴也吃。那怎么吃完？上面的那个是我们家的特调酱。是什么酱？特调酱。它非常特别，甜辣。因为它主要先刺激你的舌头，让你舌头的味觉整个敏感。接下来咬到你的生蚝，你就会发现那个生蚝的甜非常的明显。哇塞！哦，哇，但这个辣很快，好辣！哦，对，辣还在吗？辣还在吗？而且你感受那个生蚝越来越甜，它肚子里面那个浓郁的味道很甜 ，delicioso。非常非常的好吃，谢谢。哇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那句是巴西话的，就巴西话的非常非常的好吃。再讲一次，delicioso， 就是超级好吃，对 ，delicious。你要带着，你要带，谢谢师妹，谢谢。哇哦，哇，这个味道好香哦。音乐来了，讲实听说真的音乐。大肠面线吗？哦，可以。来，你好，你头型很漂亮呢。我想问，怎么会点这首歌？我是原住民。你是哪一首？阿美族。广大族。同一个。你南无大度。南无吉嘎咒。哦。叫奈欧。奈欧。还叫南无，他跟你叫嘎咒，他是这边的阿美族。我们节目想要跟你们玩一个游戏，如果我们赢的话。你可以请我们吃一碗大肠面线吗？老板，还要问老板对不对？爸爸可以吗？爸爸，我好耶！老板，好大方哦，太好了，可以。来。阿努玛乌拉基苏阿布瓦兰，真的啦？有哎，有，你我是最高的，来，这么
下。特写特写啊！哇塞！又到了特写啊！不要碰啊！还没肌肉特写啊！不要忘记，不要乱碰啊！不要乱碰啊！扎扎实实的十二点啊！超强的，那么高，一定能赢。爸爸，我们要加辣哈！谢谢。行吧。拜，好危险。老板，三碗面线，谢谢。我教你每个阿妹煮的，好，阿妹煮的，谢谢。阿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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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。哇哇，太棒了，你最爱的臭豆腐，对，特别给你吃吧，感谢你。阿赖，我们快吃一次就好了，因为只有贾斯汀要吃这个而已。我跟你讲，我之前在士林夜市是常常晚餐就是面线。我超喜欢面线，不管是大肠或是那个蚵仔，哇，味道已经哇很香了。好香哦，哇，好吃哦，而且那个面线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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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加一点那种醋味的，一点醋的味道就直接入你的喉咙，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温暖。可是今天很不寒冷，今天好热啊，是有点热。换你啦，换你挑了，因为我已经挑了，他也挑了，换你了。我觉得这两个主持人，你可以挑个冰啊，我们吃冰。我本来要吃冰啊，对，那我们去找冰吧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收到冰，刚好有冰哎，这是冰吧？吃起什么甜糖？老板娘你好，嗨，哎，你好。那我先请问，可以问一个游戏吗？可以。刚刚是真倒霉，我直接来，你最聪明的。是十二点吗？是啊，老板是十二点吗？是不是？对，十二点。来，特写特写啊！特写特写特写，每个人轮流特写，轮流特写一下哈。Oh my god！ 不然就他会作弊啊。我们的手气太好了。还是给老板，老板做十点。等一下，你看他揉这个，你看他揉这个样子。我七点 ，OK， 谢谢老板。我们还有鱼头跟那个红豆的 ，OK， 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哎，我们今天这样子，其实我们不是一个很称职的主持人，因为制作单位准备了很多惩罚道具，超多，今天都没有用到。在吃食餐呐，来，不要，敢不敢？不敢了，我们都不敢了，不敢，我们都不敢了。如果我也被拖下水，我也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我们照制度走，乖乖牌，乖乖牌。哎，你很棒啊，你很棒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们不乖。可以了，他有点笑不出来。好，可以再玩一次。输在午餐。午餐可以，三点起床，下午三点出发。这是什么撒架的方式？不然我们太会撒架了。三单，我的就是龙鳞眼。三单，没有，我们先吃完这个感觉一下。这个碗好冰哦，好像我们今天下午去走那个山泉水。对，有真的。这个时间来一个冰，真的很适合，很舒服，很 Q 哦。以前是夜市，哎，南滨夜市，南滨夜市，对，以前南滨夜市，后来就改建了，对，现在呢就变成一个太平洋公园，大家可以来一边聊天、散步的地方，哦，对。真的，亲子适合来，非常情侣也超适合哦。你看这石头上面，很多人都会过去。那你看一对一对情侣这样坐在石头上，好浪漫哦。路中间突然出现了三台脚踏车，哎，你怎么会看到脚踏车？我看到是摩托车，哎，这边有出现三台摩托车，其实我也是看到摩托车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三个人要骑摩托车，对啊，然后工作人员骑脚踏车，这样好辛苦，没有，他们好辛苦哦，他们骑脚踏车，工作人员骑摩托车，当然，不是，你看我们都已经来到这个地方，应该放慢脚步，哦。
放松一下。哦，因为每次到外景来，我只要看到脚踏车，我都有不好的回忆，就觉得好像要拼什么东西一样。没有比赛，谁速度比较快啊？怎么这样子？不会啊，不会，不要，我们是放风，放风，轻松的说的。好，放心。在都市骑太多摩托车，我们骑脚踏车了。聊天聊天。好，那我们骑脚踏车，脚踏车一直回头看。来，我这台，好，我这台。厉害了，好。眼神对到，有种。不要了，开始比赛，开始。不要，慢慢骑啊，轻松悠闲，悠闲，感受一下啊。对。哎，奇怪了，我们录节目这么悠闲，我都会觉得怪怪的。真的蛮舒服的。有来过吗？没有，没有来过。这有来花莲玩，就是如果去租一个什么饭店啊，对，就是它里面一定会有脚踏车，这个感觉是很好，又下午，对，感觉是非常好的。大理石哎，这是大理石吗？我觉得好像是啊，是啊。你看这些石头，每一块都好漂亮，它这种绿色。对，花莲的石头真的都好漂亮哦，好美啊！玩这石头也是要有缘分的。对，真的耶。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忍不住，就游戏的心就会想要出来，想要翻。不是，因为我觉得今天这样出来，我觉得有点怪怪的。怎么说？因为我已经游戏到我平常在家里面。我们连吃饭，我跟小孩也玩游戏。哇，对，我会拿剩菜的时候，就把筷子有一根比较短的，然后就来抽抽看，抽切。对，最短的你就要把剩下的菜吃掉。就永远都在玩游戏。我小孩说：“爸爸，你都玩不腻吗？”哦，他都腻了，你就还没腻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就觉得没有玩游戏，我的人生怪怪的。好了，不是，因为想玩。因为我们这个是比较打工的嘛。对。那你身为一个游戏王，要不然你想个游戏？游戏哦，要关系到五倍君要给我们多少钱，我们再考虑要不要玩嘛。哦，对不对？我们总是有目的，不然玩游戏目标啦，没有个目标啊，那就真的很无聊。至少对不对？两千，很敢给哎。这个是一起的嘛，对不对？另外两千是你个人的加码。哦，个人的加码。哦，那这样可以，有这样可以。这边呢，我们就拿一个树枝摆一条线，摆一条线。这里我们来摆一个圈圈，圈圈。我们大家站在那个树枝后面，对。然后呢，看谁丢的是最接近这个圈圈，没问题。的中心点，对，是中心点。如果都是在里面的话，就比谁靠近中心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我负责圈圈。好了，那我先画线，那我找一个杆子来画线就好。就地取材玩游戏，可以。三颗石头，自己挑。先保险一点，先拿两颗小的，然后是圆形的比较好丢。另外就拿大一点的，直接占满那个地方，吓死他们。这个蛮白玉的，好，这个感觉，因为有一段距离，我们等一下就好像是从这个地方，好，这个可以。我想要挑沉一点的，因为沉一点的石头比较不容易被人家敲走。太小的被人家一推就敲走了，沉一点，大颗一点，比较不会被敲走。没有人说大小嘛，对，拿小的自己就吃亏了。对啊，傻傻的。嗯，可以。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有点手感的，找了一块肥皂 ，OK 吧？你的战术是？因为我比较喜欢有一点手感，本身就是棒球队的，所以这个重量会刚刚好。然后有选的，是刚刚好的。那我选的就选扁一点的，对，然后大一点的，因为你丢到我呢，它也不见得被你推得动。这么有心机啊！因为圆的会被滚啊，对不对？我这扁的，就在那地方，你丢了它也就。那现在可以换吗？来不及了，不能换，来不及了。哇，我都忘了这个还有策略。我选的那个，对，我选的这个。这个最好是进得去。没关系，我这个进得去，我把它吞了。进得去，我把它吞了。好，我宁愿吞这个，我也不要吞这个。这个好哦。
来，好不好？赢的先选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赢了。剪刀石头布，那我后。好，我最后一个，我第二个，我第一个。来 ，OK。OK 了，我先用这个圆的。好，好，开始喽。我们第一值。第一值。这是。这是完了完了，干什么？哎呀，这个烂透。对，参加过。前面是运动会，你的运动员丢这个样子，根本不用量尺，就一步、两步、三步、四步、四步。我刚不会丢太大力，他不会滚吗？我想要太小力了吧？然后这做记号，四步。真的是烂透了，三战两胜啊！烂透烂透，第二棒都比你近。五哥，我们补一支，哎呦哎呦，在旁边喽。我们补上，看到有压力了。真的，一哥第一支，等下，拔草侧风向，舔舌侧风向，假鬼假鬼，从这边，从这边过来的，对，那我要往右边抓一点点，对，东北风，会很小，哎呦，哎呦，会很小，哎呦，哎呦，会很小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来，他是最近，他是最近的，我一定是最近的啦，我们这样子啊。没有惩罚太无聊了，嗯，输了也无所谓啊。你真的是游戏王哎，你一直在，你有这很多 idea， 很棒，太多了，要想一要多跟你学习来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们第二 round 我们三个人最输的那一个人，要选择真心话大冒险去挑战，可以。你要小心啊，还可以，可以。你刚刚是什么鬼？我先啊。对啊，你刚最输啊。笨鸟先飞。对对对，来喽，危险。哦，哦。哦，哎呀，哎哎哎呀，这个可以啊，自己擦擦擦起来。来来来，我们补第二局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我砸。其实你是正中心，对，正中红心的耶。对对，但是你还是，但我还是比较近，是比较近，还是弹出去，我就弹出去，对。你刚刚是确定是正中间，我是正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咚进去，然后这个凹点，没错，对啊。我们比的是第二 round， 我们是第二 round， 是第二 round， 第二 round， 我现在我还是有点压力耶，很大的压力。你如果离比较远，还是就是你们两个真的都蛮近。你跟你要好好直哦。哎呀，我真心话大冒险选一个，我是练习型选手，我大冒险。待会我们骑脚踏车回去的时候。他用跑步的，我会真的会死呀！你不是说再近一点的？我晚上还有行程，不是叫大冒险吗？不是，这样就不够冒险。我觉得太冒险。我让一哥跑个楼梯好。哦，跑楼梯，楼梯怎么跑？这个，这个楼梯，你觉得你可以多久上下？大概30秒。好，那我们就除以三，10秒钟。你如果有办法来回，就不用跑第二。如果这个十秒钟有点难，十五应该有机会。十五啊，好，好来，好，我们朋友不要说我们那个，我们用计时的，计时开始。我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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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心小心，不要小心小心，快快快快快！十秒了，快点，十秒。OK。完全贯彻鱿鱼游戏最好。有跳过来有没有？贯彻鱿鱼游戏。17秒。17秒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等下还有事情要做。我们是个团体，是个 team。少了我，你们会更累，这样有意思吗？没有，会搞到这么累。刚刚不是有算七步吗？我要七步成诗哦。煮豆燃豆萁，豆在中气呀。我先把第三玩完，因为我没有看到军人丢的椰子。椰子，椰子，来来来。我刚刚怎么记得好像隐约有听到什么话？什么东西？有人说就是如果丢到那个洞的话，他要把它吃掉。你这个最好是记得去。而且我这个记得去，我把它吞了。好，你看这里面，我真的把它吃掉。好的不，然后再喝椰子汁。渴了嘛？对啊。到底王传一会不会把这颗椰子给吞下呢？走！真的，真的吓人呐！真的吓死人了！
不是，他刚刚已经是这样子，有这样子又回来，最后再回来。啊，命运，命运了！我刚才动一点点力量滚过去，我就到，就进去了。我就得吃哎，谢谢你。哇塞，现在这个它基本上已经在边上，这个重播可以重播两次。好，可以哦。但你这个也是最近的啊。他这样他怎么算？他已经是照理说我们要，当然要算他的头。没有啊，你还有这样子啊。他这个成绩，他这已经是这样子。他第一名。他目前最近。他目前最近。而且这个现在完全挡到我们这边角度，完全挡住。请问你们要从哪里丢呢？我们只能从左边啊。对。来，虎哥，好，来，加油，加油！这个加油，这不行啊，这已经被心理被击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最近哦，你是最近在里面的，你在里面，在线里面，你基本上在里面了。不好意思，哇，还好我没有跟你说，你这是口气我要吃掉。有跑楼梯有差哦，有哎，哎，这个没有在剪接的，真的是靠实力哦，实力厉害，所以只有你一个可以继续在后面打工。耶！哎，跑这个楼梯值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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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什么请客 ？OK。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去继续骑脚车，再漫游一下，漫游一下，漫游一下，谢谢大家，好玩，好玘，好玩，好玩。我们留着，然后搞不好有人会来玩。朋友看到我们节目就会来找这个，红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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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错，没错。好像要骑这个草地，草地还可以，完全陷入在那个沙子里面。啊！对啊，对啊，这边啊，这边啊，过得去吗？这边这，有没有？好玩吧？这也是职人哎，有意思吧？太有意思了。这个越野的行程，希望你还满意。啊，不错不错，我们精心挑选的。这比地瓜类，这比地瓜类很多，塑胶类太多了。刚刚整个就是一个 off road 的行程呢。我刚其实有一度是生气的，真假的？我就直接问镜头，这不是放风吗？啊，这是什么回事？竟然完全是死路！哎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打工真的很不错哎，好刺激！我们这个打工铁马，我们换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是要跟他们争取一点那个五倍券，对吧？是应该要争取一下。我们刚刚现在到这个目的地，跟我们刚刚的起点太平洋公园。光开车就要8分多钟，而且时速大概在60公里到70。很远呢，你看大家如果有来花莲的，就是从那个台开西农场，对，一直到南滨夜市，对，那么远呢。自己想想看，我们刚骑了多久？差不多超过40-50分钟。因为我现在有点后悔刚刚玩游戏了，我觉得跑也是我在跑啊，差点我要吞椰子壳而已。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